图为新疆边防地区一个基层连队的官兵三餐。总的来说，菜品丰富，营养均衡，早餐米粥、炒饭、花卷、馒头、煎饼、煎鸡蛋搭配四个小菜，午餐六菜一汤，主食除了米饭还有面食，饮品有饮料、酸奶，还提供水果，餐具摆放有序，作风严谨，等待命令开饭，军令如山。晚餐和午餐类似，菜品可能会有变化，进餐是自助模式，吃多少打多少，不允许浪费，进餐有序。越南军队的伙食算得上不错了，荤素搭配，菜品也多，不过厨房的环境卫生就越南军队的食堂，虾、鸡蛋、丸子、蔬菜和水果，肉食也比较丰盛，野外训练时的伙食就简单一些。